今天我们任性一把，吃鲍鱼。买了八个鲍鱼，不过咱们不洗，现在把它洗干净。现在把鲍鱼给刷干净。洗干净的鲍鱼，拿个勺子来把壳撬开。这鲍鱼壳可以拿来煲汤的，把内脏抠出来。来把洗干净的鲍鱼切成薄片，片也要薄啊。除了鲍鱼，还准备了一条辣椒、一点葱段和一小节老猫牌的菜脯，高端的食材，简单的配料。菜脯也就是萝卜干，再把它切成薄片，有个十几二十片就可以了。这个菜脯比较咸，如果怕太咸，可以泡一下水。如果不是很咸的菜脯就不用泡。葱切斜段，辣椒配色，再把菜脯捞起来。起锅烧油，锅烧热下一点油，菜脯先炒一下，再倒入鲍鱼片，加少许的水焖一下，来调一点味，萝卜干是咸的，不用放盐，加一点蚝油、胡椒粉、葱头、红辣椒，勾一点薄芡，两杯油，翻炒均匀出锅，饱喝茶菜脯，鲜脆美味的家常菜。鲍鱼切片很容易熟，切记不能炒得太久。萝卜干泡一下水比较鲜甜，炒出来的味道非常的鲜。萝卜干吸收了鲍鱼的鲜甜，加上本身的脆，吃起来也是非常的下饭。买点你买回，吃点你回钱算数，开饭。